好了，我现在呢已经把那个买的菜呀、吃的东西呢先放在车上的电冰箱那边先。驾驶窗啊，哎呀，这个最好的了，这个不是原装的电冰箱，但是很大，我放进去 ，OK。好了，放进去后我就喝茶了，安心去喝茶吧。那、走了，拿这个充电器，11:19 ，OK。好，检查一下，我的车放在外面。好，下车先。来看看这个，锁上车 ，OK 了。就上我这台车。啊，还是想好喝茶了，忍不住要喝茶了。现在还看见时间还早一点，算了，你看平时我们卡车司机哪有消费的了，整天在车上是吧？想娱乐娱乐都没有，所以呢，开卡车又能省钱啊，绝对能省钱的，是吧？很多司机回到家里啊，休息那两天啊，就去超市那里买点菜就 OK 了，像我呢就喜欢喝喝茶，到这里走走，那里走走，节目很多，像我这种人节目特别多的，不是说随便就回到家里就睡大觉的，有什么，又喜欢去旅游啊，这里去那里去的，我还家里还有那个什么无人机啊，单反相机啊，这些都是我喜欢爱好的东西嘛。所以我要是回国内啊，那个明年嘛，明年回国内，我很多节目的。但我不是说去跟一些朋友去卡拉 OK 啊，不用那些，直接就在。那个很多那些群呢、就是大家都不怎么认识的，但是大家都 AA 的去卡拉 OK 啊，吃饭呢、我觉得也挺好的，不用跟认识的人在一起，就一个陌生人，几个30-40号人，就可以了嘛，啊，那挺好的，我就喜欢那种，无拘无束嘛，哈。我最喜欢跟陌生人去啊，那些就是在国内啊，我以前呢就这样，大家就是说有一个群组嘛，他约好是某一天到哪里吃饭啊，然后我们就去了，其实大家都不认识的啊，去到那里没所谓啊，大家哇，反正就点菜，男男女女的，然后啊。跟谁聊得来的就跟谁聊咯，聊完天又卡拉 OK 啊，这样啊，因为他们也有旅游的嘛，旅游大家，因为你在那种情况下才能够有共同的语言嘛，你看，比如大家说，谁明天去旅游的，去那里，大家报名啊、准备，哇，这些都是共同爱好旅游的人。聚集在一起，啊，所以呢，大家特别好玩啊。比如到哪个沙滩，到哪里啊，然后再到那里啊，然后又吃又喝啊，又唱啊，又游泳啊。你看这不是很好吗？有共同语言嘛。那但是你要是回到国内，因为你的朋友，各种各样的性格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爱好。有人就不喜欢那样，有人就喜欢这样。所以你是不是觉得你回去之后？就是你一点意思都没有，是吧？当然有一些朋友呢，认识20-30年的，那也需要聚一聚，说说话，说两句客套话，之后，然后 OK 了，就这样哈、那有一些呢，只是
喜欢卡拉 OK 这类东西啊，他又不喜欢旅游，所以他不能够综合性的一种兴趣爱好啊，那不是很好吗？啊，以后我都是这样去旅游啊，要在网上说，哎，谁喜欢到那个，云南去，或者有人发动那些什么背包客，发动去的，哎 ，OK， 马上响应，哦，去了啊，然后各自到什么地方，然后哪一天集中，哎呀，这么塞车，这喝茶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哦，那最好，这种。就打个比方嘛，你喜欢钓鱼的，那你要有共同那个钓鱼爱好的人在一起啊。你不喜欢钓鱼的，他喜欢，这个不喜欢的，那你怎么说呢？是吧？肯定不很好的嘛。哎呀，看红绿灯。啊，那我喜欢呢，钓鱼，放风筝，放无人机。旅游，喝茶、吃饭、吃宵夜，也行。不过呢，就在美国就没这种心情的，在美国没有这种心情，啊，回大陆有这种心情。然后回到大陆，你也不要说自己在美国回来了，啊，直接就没出过国的人，是吧？人家说什么？就顺着人家怎么说，也不用什么说了哈，反正一个人呢，你自己喜欢你就行了，不用长篇大论的啊，不同我现在做这个视频就可以啊，要说嘛，你做视频你不说不行，是吧？现实生活之中，那你要去什么娱乐的，你不需要说什么话，直接跟着人家就行了，就低调一点啊，人家去什么玩呢，你就跟着去，从哪里去。然后自己喜欢拍拍照片啊，喜欢拍拍视频啊，就这样，不是很好吗？反正我觉得回大陆，我绝对不会，哎，不输，不会不开心的，到全国各地都可以，到哪个地方也可以。到泰国啊，泰国我去了两次了，不用去了，那个地方去的多了。其实去什么地方旅游玩呢，都要讲求心情的，你自己本人呀，你要有那种心情，还有你自己本人那种爱好这些东西就 OK 啊，是吧？以前呢，我呢，一个人去旅游，我就去一些，什么风景区啊，有特色的地方了。但我比较投入，我去什么地方旅游，每做一件事情都非常投入。啊，当时没有拍视频的，但是我就拍照片啊，现在拍视频的话，那我回到国内来，我回到国内，那我肯定是要拍视频的，拍一拍那些美食啊，广州的美食啊，哇，去哪个地方啊，什么农家鸡啊，这些都是很多很多都忙不过来啊，我回大陆就忙不过来，我现在在美国也忙不过来，你看现在我今天还要到犹他州。是吧？犹他州，我现在还要去喝茶，是吧？那你看忙不忙啊？啊，开车也忙，我不是说专业卡车司机，我在卡车司机我就很忙了，一上了卡车司机，上了驾驶窗我就很忙乎，我们也没时间，跟别人聊天了，没时间了，忙。人不是说你的两个脚忙，而是你的思想太忙了，思想就忙嘛，你有了思想，你就很忙了，不然你觉得在这个社会，太无聊了，
就是因为你的思想不够丰富，你的思想不够丰富，你就觉得你都不知道要怎么打发时间啊，在家里待着也没意思，到外面看看也没意思，这里看看也没意思啊，那就是因为你的思想不够丰富，想象力不够，啊。其实这个世界很精彩的，无论什么都是很精彩，啊，一直以来我觉得都很精彩，不然呢我也不会到美国来，是吧？我在国内啊，也这里去啊，然后来到美国也去，将来可能去欧洲啊、澳洲啊，还有埃及这些地方，埃及啊，看那个金字塔，越南我没去过，台湾啊这些地方。都是很好的地方嘛，我一看看时间真的不够用，人生有多少年啊，十年、五年、二十年啊，还有美国的夏威夷、关岛，夏威夷我去过两趟，我想去做岛民啊，真的挺好，太好了，哎呀，跟大家讲讲话就讲到这里来了，哎呦，啊，对，刚才不用开那么长时间了，直接就在附近了，就下车，哎呦，好像就这里有个出口，哎，啊，人嘛要放得开，做什么事情要放得开，不要太顾虑太多，像我拍视频也一样。我不管，我也不会，拍视频也不会，想到要什么视频一定要质量很好，我不，没有，就是生活就这样，也不刻意去剪贴，也不刻意去留意自己说的话是对与是不对，反正人就是这样的嘛，人说话就这样的嘛，哈，哪里有想来想去再说出来的嘞，是吧？除非你很专业，你做视频，你就是靠这个视频来挣钱，那就不一样了，是吧？那你就要做好一点了哈。那现在我又卡车，又这样又那样，还有那么多事要做，是吧？所以视频这东西挣的钱马马虎虎也不多。所以就是其中的一种美国生活分享而已啊，哪天呢要是做视频了能一个月能挣得五六千块美金的话呢，那就做视频就要认真去做了，就要在家里想一下，我今天要分享什么，你们爱听什么，你们想移民来美国怎么移民啊，想租房子啊，这些都是需要考，因为你把这个当成是挣钱的嘛，挣钱的工具嘛哈，而现在我现在还没有，或者将来我会全部投入在拍视频之中挣钱。现在我还不是时候，因为我还有卡车，我还有送外卖，这些挣的钱可能比我做视频的钱挣得多，所以这个呢，就现在视频呢只是一种，现在对我来说呢就是纯粹的就分享我们这些普通人在美国的生活而已啊，就是这回事了。我刚才呢。在高速公路呢跟大家讲的时候呢讲就过了啊，过了现在看几点钟啊，现在又要回，就是上高速公路要到那个半岛那里吃喝茶，哎呦真的本来是很近的，我喝茶的地方很近的，离公司很近的，不用走那么多路，现在变成我去兜风，但是你说兜风也不需要啊，我开卡车嘛，开卡车我走了那么多地方，是吧？闯南闯北的，我们国内不是有句话吗？就是走南闯北嘛，这里走那里走嘛，啊！所以现在我又不用开自己的车，不用开自己的车去兜风了，厌倦了，是不是？你看开车开得太
太时间太长了，坐在卡车那里开了四天车，你还不厌倦了，所以在洛杉矶没必要再这样多花时间这样兜风了。啊，是吧？今天我大概是两点钟要出车了，反正明天早上七点钟，早上七点钟了就去亚马逊那边卸货了，明天可能要提货，要不是怎么要去几天啊？两天半呢。那这条路高速公路就是60号高速公路，60，哈哈，是吧？我要走那个犹他州呢，就是10号，不，15号高速直接走600英里。我现在看见那个卡车，我就最怕他看不见我，因为我在开车嘛。像我们这些商业驾照的，开这些我们自己的车，要是违反了交通规则，都是跟商业驾照的处罚是一样的。真的很不公平，在国内没有这种事啊，来这里才这种事情。下个出口到了，很繁忙，真的很繁忙，在洛杉矶这车太多了，而且洛杉矶很多码头嘛，那码头啊，那些货都是运到外州去的，外州的货呢很少回洛杉矶。关键呢，我们这些洛杉矶是面对太平洋嘛，面对亚洲那边的嘛，所以呢货都一般都是在亚洲那边运过来的。你看纽约那边对太大西洋了嘛，大西洋对面不是有英国啊什么国啊之类的，那些那就很少货运到美国来了，因为他那里不是加工厂嘛。有茶喝了吧？开不开心呢？总要喝杯茶先。真的是，昨天跟一个朋友也是开卡车的嘛，聊天嘛，做人就，为什么呢？挣钱了为什么要享受？对啊，每个人对生活的理解不一样嘛，就他有他的，人生的追求、人生观，像我就也有嘛，我刚才说嘛，我的兴趣很多嘛，什么地方我都不会觉得厌倦。觉得很好玩的，这是吧？而且拍视频也好玩嘛，不好玩我不拍的嘛，是吧？这就兴趣了，是吧？多种多样嘛，所以有人说钓鱼啊，钓鱼我也喜欢钓鱼啊，在这里出口，那我嘞。到了半岛那边，这么走一走要用了我半小时是吧？半小时，我半小时做节目咯，也挺好玩的，是吧？好玩就行了嘛。好玩就行。你看我这今天那个衣服都没换就去喝茶了，没所谓。是吧？
人呢就不需要别人对自己怎么评价，你不要在意别人，你在乎自己，自己的感觉，自己对事的就可以了。嗯，人要个性嘛，人家叫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那做人有什么意思呢？是吧？人呢一定要看自己，自己觉得开心的什么都可以，自己不开心的甭谈。啊，就这样。啊，因为活在别人的眼中、生活中，你觉得累不累？很累是吧？所以要活在自己之中。这个世界除了父母，要听父母说，兄弟姐妹、相良之外，其他的都可以借鉴参考，不要把它当成一回事，啊。好吧，好了好了 ，OK， 哦，到了，我再找个地方好停车，不要把我的爱车晒也晒，嗯，是吧？哦，地下城停尸室啊，我这车现在卖呢，可能我卖4000块钱嘛。有人买就最好，但我也不卖，因为这个车还没坏，这小车又省油，不见了我也不伤心，好吗？你要是什么好的车、公车，你不见了，哇，你得伤心了。哎，想看哪个地方停车呢？我看一下，有的是地方停车。OK， 找一个地方停车，停车。这里停车吧，耶、yeah, ！到了到了，又可以喝茶了。哎，OK， 戴口罩先，戴口罩。嗯，戴口罩好不好看呢？好了，上去了。现在把这台再停在这里，然后走路。那个是半岛，半岛海鲜酒家哈 ，OK， 赶快去，今天总算可以喝喝茶了，这里是韩国人开的店呢，哎呀，那个这种环境我不怎么喜欢，那种环境，因为他的凳子不好坐，到上了这个地方，好了，好，上楼梯先锻炼锻炼身体，好，哇，啊，终于到了，好，展示，哦，到了这地方。